看这样的表现，开出这么大一方子，是不是？有位银江的货主朋友马上要过来，他说带一个百万级的这个色料。啊，我知道他喜欢喝这个孔雀金丝雅，咱们看一下。哎呀，不多了，最后一泡了。这个茶呀，都是芽头，糖分特别高。啊，他马上就过来了，我先把茶泡起。哎，大鱼回来了，给你看一下百万的一个冰洋里的一个料子。现在冰洋里可不多呀，好东西，你看一下。来，粉丝先看。啊，你这个也没有到冰洋里吧？你好好看一下，这水头很好的，这个色洋色辣。啊，这个色非常的正啊，色是蛮浓的，但是冰的话没到冰洋，你这个冰嘛差一丢丢嘛。那看一下那个起货的一个效果了，那是吧？牌子的话可以出六七个十六牌，你知道一个绿色的牌子你也知道多少钱，是不是啊？那再起货它也到不了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好好看一下，这个多少钱吧？100万，120，价格很公道。行行行，这100万的这样的绿色的一个料子是吧？一个满绿的料子，你去哪里找？我前几天在夜市上也看了一个色料，色没这么浓啊，种水差不多要260万。那我先喝茶，是你爱喝的那个金丝雅哦。最后一泡了，下次来都没了。嗯，很香，很香，很甜，舒服。然后你看一下料子吧。那这个茶也不能白喝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已经没到冰，你先自己砍一刀吧。那就这样子，交100万的话，那我先少个5万，可以吧？95万给你，可以吧？价格很公道，实实在在的价格你也知道，现在这种料子很少。对，而且价格又很贵，这么大一片色，100万，确实难找。而且你看一下哦，它这个整体是贯穿了，我开窗你看到没有？贯穿的，这样吧，啊，我也不多说了，60万，60万给不了，60万太低了。你看吧，看这个，看来，这个上面都是黑藓嘛。虽然说这个绿随藓走啊，但是你这个黑藓啊做出的牌子，这个价格还是啊大打折扣的。虽然说色的面积大，对不对？60万，往上加一点，这个价格给不了。真给不了，我要不是缅甸过来那一批新货的话，我那个资金不得流转一下吗？我也不出了。那这样吧，65万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这价格太低了。再加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我这样的品质你好好看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牌子5、6个没问题。这个品质不咱不说了，你看这个石头打的一点表现没有，这个你肯定开涨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用说了，你肯定开涨了。那肯定开涨了。开涨了你少赚一点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表现，哇！看这样的表现，开出这么大一方色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少赚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这样，那88给你，88给你啊，图个吉利，好吧？喝茶，又喝茶，一口茶得少我多少钱啊？你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这个没到冰，然后上面有一些血，70万，70万，再加一点，加不了，加不了，真的加不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一下砍我18万，又少18万，你那71.8万给你。加一点，加不了，咱也不要啊，有零有整的，这个不好，一口价一个整数。行，来给你，行，给你合作愉快。好，下次缅甸那个新货过两天马上到了，到时候再给你看一下。只要好东西啊，只要我这里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你应该知道。行，而且价格很公道。行，来，合作愉快，来根华子，可以。啊，谢谢啊，我给你点吧。啊，不用，一点等下又少10万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一点又少10万。这个样子70万成功拿下啊。这个货主已经走了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石头。首先啊，这个料子没有到冰，但是啊，局部这个种水化得非常的好，你像这个位置，色非常浓，它不是那种团色，它是整个都是色。你像那种色花啊、团色啊，一打灯都是绿的，但是这种是满色，虽然没有到冰，但已经接近一个冰种了。你像这一个鸽子蛋。取一个鸽子蛋，这就是六位数了。你像这边这一片的话，它品质就非常高。取一个小挂件，一个如意啊，一个小福豆啊，这样一个也是六位数了。啊，就是首先种水没有到冰，但是它品质已经非常好了，色非常浓，非常正，啊，已经满足了重要两个条件：色浓、色正，不发蓝、不发黄。第二，这个料子有显不假，但是啊。
大家注意仔细观察，刚才没有说有些东西不好说啊。你看这个位置有险，你把它挖深了，险就会挖掉了。这个位置有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打灯可以看到下边是绿的，所以说这个险吃的不深。哪怕这边险多一点啊，下边都吃的不深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挖掉。如果挖掉觉得怕伤的这个肉，可以在雕刻的时候把雕刻给它避掉，所以这种都不是问题。第三，为什么要买这个料子？这种料子它不像那种一点点色，一个小小色带开出来就一点点色，可能抠界面都困难啊，而且要几十万，这种风险太大了。整个这个料子是一整片都是色的啊，这些位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预判，它里边整个都是色，而且磨完机这种基本上里边打开总够了，它基本上都是色了。所以说我大鱼玩石头就是什么呢？拿已知的，我看到的现在能看到几十万 OK， 拿已知的去搏未知的，千万不要玩石头拿未知去搏未知，那风险太大了。这个一坨值几十万，我开涨了里边的色度进度好了就 OK， 涨到几百，就算没有开好它也值几十，我不至于亏多少。但是说什么都看不到啊，拿个大几十去买，也许亏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就是我大鱼玩石头的心得，今天分享给大家。